蓝湛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啊？当年在云深不知处，你我二人也曾这样对坐。是大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我夜犯宵禁，被你蓝二公子抓包。只可惜啊，现在没有天子笑。世事变化，怎会与以前一样？蓝湛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没有告诉我师姐。此道损身，损心性。知道，但是蓝湛，我修的真的不是薛崇害的邪道，我修的是鬼道术法。鬼道术法，嗯。这就是我那三个月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悟出来的。不过说到底啊，我还得感谢你们蓝氏的阴律术呢。我这鬼道术法习的是阴律，修的是符咒，用一根竹笛控制万物。鬼道术法靠的可是心神。靠心神御石，如火中取栗，若稍有不慎，便会走火入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知道，蓝湛，我明白你的担心，但是我魏婴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有堕入魔道的一天，你信不信？让我帮你。好。今日我清河聂明爵率军征讨之，攻入不夜天城，取温若寒首级，以尽逝者之灵。射日射日射日。他们怎么搞成这样？遇到温氏这群傀儡，如果是被剑杀死还好，如果不小心碰到他们血色裂纹的部分，我们也会变成一样。看来这岐山三镇
将阴铁之力扩大了不少。怎么样，蓝湛？是无法医治，需三月以上，不断注入灵力。兄长，泽无惧，江公子，魏公子，王吉，我们在回城途中遭遇到了温若寒的傀儡，现在应该在我们后方的左右两侧，想必马上就要追上了。我们后方一时，现在两军后方都有追兵，看来如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。不夜天，只怕这三队傀儡不是想要杀我们，而是想要把我们赶进不夜天城。温若寒故意引我们前去，明觉兄又杳无音信，如今七日之期未到，我们这样贸然攻上岐山，怕是会坏聂宗主的大计。我们现在前有狼，后有虎，只怕已如瓮中，进不进不夜天城已经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了。既如此，我们在此休整片刻，杀入不夜天。公子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要杀进去吗？好多傀儡啊！